前面不是讲吗？如来普慈哀悯，心灵度脱。怎么度脱法呢？大家应该知道，所以这个底下呢，不仅说这个阿弥陀佛来实现，要证明佛所说的法。怎么度脱法？要使令娑婆世界众生同生西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佛就告诉我呢，如起不告我呢，你起来啊，觉得站起来，更增衣服合掌恭敬礼无量寿佛，是方过度诸佛如来常供称扬赞叹彼佛无造无碍。这一段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无量尊者，他说你起来，起来做什么了？把衣服整理整理，合掌恭敬礼无量寿佛，站起来礼佛。拜哪个佛呢？拜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希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什么要拜阿弥陀佛呢？大家应该要注意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说，说方过度诸佛如来常供称扬赞叹彼佛无障无碍。释迦牟尼佛告诉无量尊者，叫他起来整理衣服，顶礼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为什么要礼无量寿佛的这个原因告诉大家，不仅仅我们娑婆世界的人供养无量寿佛，还要进一步知道，说方国土诸佛如来常供称扬赞叹彼佛无障无碍。无障无碍就是这佛的境界。什么叫无障无碍？无障是不执着，碍没有障碍，是谁没有无障无碍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与法界众生普济心愿缘很深，因此他不执着一个地方，他没有障碍，什么地方都可以到，就是阿弥陀佛大慈慈悲普及一切法界，法界之内一切众生，不执着哪一个众生，就是普遍的啊众生机缘。所以无障无碍了，说明阿弥陀佛那大慈大悲不局限在一个地方，法界之内所有的国土所有的众生都是阿弥陀佛教化的对象啊，就使令这些众生都得到利益。这个就是说明啊，释迦牟尼佛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在佛一说嘛，于是无难起整衣服，正身西向，恭敬合掌，五体投地，礼无量寿佛。这无难尊者听佛的教诫，跟着就站起来了，随时就站起来。于是无难起整衣服，正身西向，面孔向西，恭敬合掌，五体投地，礼无量寿佛。五体投地啊，各位师父们、居士们要注意啊！我们在大众会下啊，比方说你们堂啊，你们的时候，他有这个啊摆定的，这是好的，因为就是大众会下，如果是一个人用功。啊，家里啊有小佛堂，或是师父们私人用功，都应该不能用这个大摆殿。摆殿呢太高了，礼佛不恭敬。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经文上讲，无量尊者礼无量寿佛什么礼佛掌？五体投地。大家知道五体吗？我们这个头是五根之首，头要着地，五体投地是两个膀子两条腿都要着地，一个头五体嘛。
啊，头两膀子两个腿都要合计，要么就徒弟。在大众会下不谈，要个人用功的话，最好平地摆佛号。这合乎规则。假使你在家里，不像是还有一个有时候差别啊，是年纪大了啊，而且身体不好，他磕头磕下去。还有一种人呢，血压高的人，血压高的人在白天的高一点可以。为什么血压高，头不能虚弱的？是有可以原谅，不是慈悲的，但是说起来众生的心呢，要对付恭敬了，应该无极徒弟。有时年纪比较轻一点、身体好的人，不要用大高别的人的背。那这个地方像无量卷在，你看，持正依佛，正身西向，恭敬合掌，五体投地，礼无量寿佛。哎，就是恭敬礼拜拜佛的这个规矩。底下无量卷在就不发啊，不言是真。愿见彼佛安乐国土，即诸菩萨声闻大众。这个是无量尊者向本师释迦牟尼佛讲，说：“世尊，愿见彼佛，但是我要愿意看到阿弥陀佛安乐国土，看他的衣帽。阿弥陀佛是正报啊，愿见彼佛，这个彼佛就是指阿弥陀佛。”安乐国土就是依报极乐世界的具体庄严，不仅仅是看到正报佛像，看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这个庄严国土，还要看到即诸菩萨声闻大众。那就是无量尊者佛法的啊要求的这个目的，要看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看到极乐世界的庄严，还要看到极乐世界诸大菩萨声闻大众。那是掌佛的慈悲的加持力量，你看无量尊者跟着看到了，说是于一即时无量寿佛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诸佛世界，金刚为山，须弥山王，大小诸山，一切所有各同一色，譬如积雪弥漫世界，其中万万尘埃不现，放样浩瀚，唯见大水必不光明，一报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更须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星河。这段文呢就说明既然是叫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的学无量尊者的要求，即是习性出来，吸进去了。阿弥陀佛当时就放的光明，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不仅仅照娑婆世界一个地方，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是包括法界之内微尘数诸佛世界，每个世界里都有金刚山、天为山、须弥山这些山王，还有大小诸山一切属于各同一色。我们这个放光的是金色啊，金色，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金色，所以放出来的光芒呢统一悬于金色，金色一切所有各同一色，一色各同一个颜色，这个一个颜色不是娑婆世界一个颜色，他方世界无量世界都一个颜色。他只要取个譬喻，这个光像什么呢？这个光明呢就像大黑鱼一样梦到是平地上来了啊。譬如积雪，就是积雪，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积雪呢？大山天的时候沉住到坏金，坏金心把它坏吃坏的平地，平地怎么会的？这虚暗初心嘛，你初心天都干掉，那么我们这个落叶天了没有了啊，就都积雪，平地大雪
都漫长了。这个形容啊，就是譬喻啊，还没到这个继续的时代，就说佛阿弥陀佛呢是光明了。比如那个大劫啊，大山灾来的时候，虚劫慢慢了，所以这继续埋没世界，把这个整个的世界了都慢起来。其中万物沉默不息，就是都在那安排在水里去了。晃漾浩瀚，形容一个大水无边无际。唯见大水，必不光明以佛如是啊！阿弥陀佛放的光明呢，就和那个积水一样，把世界都安下去一样。只见了光明，不见别的光，只见了阿弥陀佛的光。上万菩萨一切光明皆是隐蔽，未见佛光明耀显赫，单单只见佛的光明。这字面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这个为什么放这么大的光明，但是光明为什么把声闻的菩萨的光明都隐而去，都不见了，看不到了，这什么意思？大家要知道，我们佛经呢，一个是从表面上看叫实相，还一层理由就叫理性上。光明是这样子的，我弥陀光明放出来，菩萨的光明看不到了，声闻的缘觉的光明都看不到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佛的智慧光遍照一切。智慧光是什么呢？告诉大家，佛有三身，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佛有法身、报身、应化身。阿弥陀佛放那个光，就是证明他的报身相。在佛经上也好，在我们教理上来讲也好，佛的法身无边际，没有表现，没有表现。报身就是佛的庄严相，就是法身的庄严相。报身以何为身呢？报身就是以智慧为身，以智慧为身。智慧为身就是表示光明，那么说你可能太聪明了啊，聪明。实际上呢，这说法啊，在佛教来讲呢，佛的智慧光普照一切。一切就是包括十方法界、微尘数世界各种都照到，这个就是佛的报身相。第一句是叫自受用报身，自受用报身唯有佛自己知道。我们中国的天台宗的普布寺是华严寺，华严寺释迦牟尼佛行千丈如行罗身，那也叫报身，不过那叫他受用报。什么叫他受用报啊？行那个身体是把他的弟子大菩萨看你，大菩萨，那叫菩萨还有大学吗？有啊，普无明的菩萨就叫大菩萨，我们普无明的菩萨，也就是必觉的前三位，前三位就是住持行持回向，也叫三行位菩萨。行位不是圣位，圣位啊，登地的菩萨才是圣位。所以说呢，大菩萨才能看佛的，他是要摸身。这个地方呢，阿弥陀佛行的这个光明身就是报身，要自受用摸。所以他的光明，把这个罗汉的光明跟菩萨的光明都盖住了。就这个道理啊，就是光明呢，要理性上来讲是表示智慧和光明。二是说阿难，即见无量寿佛威德巍巍，如须弥山王，高出一切诸世界上，相好光明，弥不照耀，慈慧示众，
以持续戒必知，必戒知道，亦复如是。无量尊者当时看到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威德威威，威德前面的威德呢，就是威德有威有德。什么叫威啊？威在威也，你看总上看到他有点害怕，不是在怕他什么，就是威德高大的相貌庄严有德。这个德呢，在佛的表现上呢，就是使得具足常乐无尽使得，在法上呢，在表三德，三德就是法身、波利、学徒。法身是根本，波利是智慧，就是光明。学徒呢，不仅仅自己离开啊，三好无所烦恼究竟，而呢，学徒一切众生。说所应动者根于动土，动土就是邪动嘛。啊，众人闻佛法，以为修行了生死了，就邪土了。那个邪土的次第呢，心要离开三界的五阴身躯，离开三界，脱离三界就是了生死了。了什么生死了？了分动生死。再用功修行，就是发大菩提心，发菩提心教化众生，那么一切众生啊，都尘沙烦恼，烦恼多了，尘沙烦恼多了，就大菩萨了，啊，大菩萨就普无明了，普无明了，就清净法身，清净法身，它就次第，要跟云觉来讲，有四十二个位置。所以破四十二个无明，所以这个里头呢，就是修正的次第啊，破惑的次第都有规矩的，都有教理的，都有。所以我们呢，应该要知道这个道理。阿弥陀佛的光明是无量尊者亲自摘会，在无量寿会，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无量寿经的时候看到的。因为是释迦牟尼佛叫无量尊者起来磕头，顶礼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看到啊，显身了。我们无量尊者亲自看到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威德威威，威德威威呢，就是如须弥山王这么高，啊，身体高，好像世界上呢须弥山最高了，啊，高悬一切诸世界上。这过去一切诸世界上呢，过去一切诸世界什么意思啊？一切诸世界，一切界包括什么？包括世间、缺世间。诸世界呢，这个分成世界，大致要分成统聚世界、方便世界、色波世界、常念光世界，有四种。为什么过去一切诸世界上呢？因为佛的这个威德高大，就是思想上有了须弥山一样。但在这个理性上来讲呢，佛的功德智慧都超过一切，超过哪一切？超过世间，当然不要说了，还要超过缺世间，也就是超过九法界啊，菩萨。都不得这个不得光明，因此呢，有高大有光明，超过一切诸世界上，所以相好光明五个作用。相好，大家都知道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光明呢，明相都有好，明好都有光明，所以叫明白作用。米这个米字啦，就我们现在来说这个字啦，有点文好文的很。这个米字当个无字讲，无分作用，无分作用就是没有地方找不到啊。我们认为是光明了，无分作用就是米不作用，米不作用就是十方法界、维生素世界都到了。啊，我们认为的光明，
正在这个造药的时候，慈惠四众，一时息界。慈惠四众就指释迦牟尼佛说无量寿经的时候，大众，大众里头包括四众弟子，啊，四众就是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出家在家，再包括一切众人都在之内。为什么呢？出了家了叫比丘、比丘女了，在家的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啊，四众弟子。一时息界，一时息界什么呢？极乐世界。一时息境，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看到什么呢？看到阿弥陀佛，看到诸大菩萨，看到诸圣门众，看到极乐世界无量相和庄严，看到这些。一时息界，息在该也啊，息在该的意思。毕竟此土亦不如是。不仅仅我们娑婆世界看到极乐世界的具体情况，而且极乐世界里一切声闻菩萨都看到我们娑婆世界，那更平常了，他们都是大菩萨了。所以说彼此相见，这个什么境界，你们要想呢，释迦牟尼佛说的极乐世界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距离十万亿佛陀，那么十万亿佛陀我们看到他，他们也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你们要动动脑筋，要想想，在佛教里讲他方世界菩萨都有六通，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还有凡夫呢，怎么也看到极乐世界了？这个地方要知道佛光的加持，释迦牟尼佛神的威神加持，也有阿弥陀佛的威神力量加持，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夫也能看到极乐世界。这个道理了，要希望大家呢好好动脑筋想一想，想什么呢？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功德多大，有大福报，而我们现在呢，你要叫他苦恼啊，苦恼光叫他苦恼不行啊，你要生羡慕心，要发大愿，要求生西方啊。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代，释迦牟尼佛那么讲了，弥勒佛还没下世，我们现在生在这个半难当中，叫佛前佛后难，我们应该感觉到痛苦啊，生在无佛世不可能。我们假使要生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当时，我们现在也亲眼看到极乐世界，也亲眼看到阿弥陀佛，不仅仅看到极乐世界的依报，也看到阿弥陀的正报，也看到他往极乐世界的诸大声闻、诸大菩萨都看到，那多大的幸福呢？可是我们现在苦恼啊，生在末法时代。但是你知道这个道理，也不能去旅啊。哦，学了去喽，往事往了，我生在末法时代，不太黑啊，算了算了算了，那个不行啊。那这样的想法就是缩，就退位退缩了。我们应该感觉到悲痛之余，还要诚恳地求生极乐世界，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佛教的佛弟子。释迦牟尼呢，创一个企业，还办一个公司，还有雄谋大量啊，雄心壮志来办一个事。我们佛教徒想成佛，就叫马马虎虎、皮皮带带的就能成佛了吗？也要有一个雄心壮志，发大愿啊！这个不是做得到的，我们也应该做到。所以王老板是一个就有两句话告诉大家，他说：“必济丈夫无有耳，就是他和菩萨是大丈夫。
我们现在也是不觉得话，那时候的发的教会啊，我也是发的地址啊，我也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他能做得到的，我们应该也要做到，不要落后。你这样讲呢，你是这个局长是得亏我，你做了我做不到啊，你把觉悟做了，你呢当然越是要败的，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发心，每一个发心的人都应该咋发，这是不经常讲的。所以说王老板是有这个豪言壮语，我们也应该想法。王老板是他不是离我们有几百年了，才一百多年了，但离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死了年才六十多年了啊，还被背了。这吉林老板师说这句话比及丈夫我与儿，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因为老板师做的道理我们也应该做了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好好想想，我们当佛教的佛教徒应该继承佛教的使命，这是在我们安面前所应做的，必须要做的，不要做。如果是不做了，佛菩萨没办法的啊。不过你自己吃苦，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呢要进入这个世界啊，进入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末法时代。再告诉大家，你如果不经营用功求生西方，那个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话也说过好多次了，为什么是后果是不堪设想了？你不生西方就堕地狱，我就是一直有王老板是讲的话。有的人讲有王老板是太糊涂了，不生西方够多堕地狱吗？那分成两类，一个是出家人，一个是在家人。那出家人当然是不是归还，可是在家人呢也不太好的拉回，不生西方也不太妙。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的下文他是这样说，在家居士拥有个第二身，拥有个第二身呢，所以说不太妙在哪里啊？因为你精神持不戒修色限念经拜佛主公呢啊，又是布施又是放生，你在道面上烧香磕头也供养三宝，有的人还大斋供众，好不好？好。可是精神造的福很大很大，就是没有发大菩提心求生西方，因此来生呢就享受这个福报了。享受福报，这个佛经上也有这句话，就是福要大的话，这个人福能障慧，他连生就不想修行了。你们要看文超，你忘了是文超有动画，我记得我看不懂。老外是有听的，在光海就是不合适啊，就是真的啊。你们要如果看一看，看他的文超看到的，也就晓得了。那一个老在家人，一个老公公嘛，还七十多岁了，他是为了游玩的。他是四川人，他来到了博物室来看看，看到没？人家就说这还有个老和尚闭关呢，哦，他就到官网里看老外师去，有王老外师看，哎呀，老人家，你今年多大高寿？到我七十多岁了。他这个老人家啦，老头在家居士嘛，他也不是居士啊，他不相信问题。哎，他是老和尚，你晓得吧？我记得了，我做和尚呢。老外师一听了什么，他就引导他了，就是哎，他说老先生，你做过和尚，你觉得你走在哪个走和尚？啊，我亲自记得，我是五明山的和尚，我到了五明山去看过，我做的房子我认得。哎，老外师就说了，那你做过和尚呢？你做过和尚，你精神行吗？不行吗？啊，我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吗？哎呀，哎，他说老和尚，我现在家庭很好耶，老外是那个时代什么时代？就那个抗日战争时代，
他说我在四川，我家庭好得很，我的儿子媳妇很孝顺，我的孙子多大多大，我家里老先生啊，老夫人地位很好啊，把家庭和美得很。但是阳光心不发爱，有这干的我就够了，就够了，我也不想什么样的，他不想了。大家从这故事想想看，他不想了什么原因啊？不过他啊，样样选心，所以老百姓就叹气了。因此他在文章上写了，这家人永有居二生，你想好了，这个福来大了，就把这个智慧就占了。什么智慧呢？确实的智慧，了生死的智慧，他就不想了。因为他生的这个富贵人家，福报大，做鱼谋肉吃不够，为什么呢？头一生的女儿呢，就是那些余粮在了，对吧？福报大，吃不厌，但是福报大，你亲自余下来的苦劳。福报大，他就把缺失的智慧、了生死的话，就学到后面了。因此呢，所以王老板是讲，在家居士容易第二生，可是第三年是很危险的。第三生就是第三世运，第三世运家就来找到你，第三世肯定就倒了，要躲掉。因为什么事呢？第二世把前世的那些不好想了了，这个叫有路佛，在佛教来讲。有路佛想了了，你不了了怎么样呢？哎，那个油灯点了了，你觉得油干灯自灭。因此第二世的佛佛想了了，第三人需要还债，还债受这个果报，先要到地狱来受果报，地狱报满了再到人间来受花报。为什么他有什么花报？哎，那吃点肉啊，那个给你肉啊，那个命不给你的，哎，你还那个命的，所以要吃鱼要还鱼，吃肉要吃猪就还猪，吃羊就还羊，那可不得了。所以六道轮回里头要多长时间呢？再把今天来讲，你说人生万劫难逢，万劫还是个大数。不知万劫啊，所以说我们不觉得呢，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呢，有什么好处呢？就知道有这个后怕呀。你想想，不生西方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你要愿意吃那个鱼丸果呢，也可以。反过来讲，我们无量劫到现在不是吃的这些欲望苦吗？不过统统忘记掉了。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都在迷当中苦了的。什么叫迷啊？没有智慧，没有说明通，没有六通，所以有迷。迷的人就忘记掉了，一点是迷信化了啊，到底要了，要是受欲受魔了来投胎。什么到了什么地方？蒙古林喝迷魂汤，真一个迷魂汤吗？没有的。为什么这里没有迷魂汤？为什么我们记不得前生呢？你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有前世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善恶障着。有人说，为什么那个前世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来了？你要想这个道理嘛，不经常是有教理上在讲得清楚，不经常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在佛教的教理上讲得很清楚，原因就是举足一念不觉。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了，怎么念佛的呢？才能了生死呢？很简单，释迦牟尼佛也估计到，也知道正法时代有佛力加持，相法时代菩萨法心，还有菩萨教化道。你比方说唐朝多少大菩萨应试啊，大家知道吗？
文殊菩萨在西安实现东宣武上开华严宗，对不？我们智者大师天台山呢，天台山那个智者大师，他是释迦牟尼的尊居，那就东土小释迦牟尼，对不？当时还有文殊菩提应是，大家知道的寒山是的，就是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呀。那个时候叫相法时代，菩萨到南疆来教化众生多得很。你看，九华山地藏王菩萨什么时候的？大家要知道这个历史啊，也是唐朝的。唐朝的地藏王菩萨是哪里的？朝鲜来的。朝鲜来做什么？他跟中国的这个众生有缘，所以他到安徽那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呢，他包包的走这个朝鲜呢，东海来的嘛，他给了一个小狗，哎，到那个清凉县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一个大和尚的，原来那个长官叫做员外嘛，姓明，民工长的，他到了化缘，他说啊，你老人家，我跟你化一个缘，化什么缘呢？他是呢，他我这个袈裟，袈裟一块地，那个老人家们以为他是的，袈裟一块地嘛，也都带来大概给小茅棚啊。他听到那个三家小心的九华山了、啊，什么叫九华山？在座的有的可能知道，有的还不太清楚啊。九华山是九个山峰，九个山峰像九朵莲花。地藏菩萨行善中跟他化缘，明光长者就同意他了，同意他说好啊，那我说你来啊，就到三家下来了。地藏菩萨把这袈裟抖开来了，说推上一溜，你说怎么样的，把九族莲花统统盖住了。所以九华山那个明光长者看到是菩萨行善中了，那鬼还来背，他说菩萨，我愿意把这个九华山统统赐给师父。那时是荒山呐、啊，没有人住的。所以说就地藏菩萨在了行善中主去开九华山，这样的来的。唐朝的菩萨应化多得很，数百人经，这还是有名的大菩萨，你懂吗？那个是这个济公传。你们晓得吧，霹雳那个济公传是长篇小说了一种小说是对吧，也确在唐朝那个济公真有其人呢、啊、他是宁波人，就江宁波人嘛，他浙江人姓李，他名下名叫李修缘，来当和尚，也是大罗汉出去，他也是菩萨呀。所以说我们在相法时代也有菩萨教化，可惜到末法时代就不来事了，没有了。有当然也有，我们看不懂。在佛经上，在传记上，在祖师的语录上，我们也听了人说过。啊，天台山有五宝罗汉，是讲了也不也是个暗挡山，暗挡山我没去过啊，我听说啊，那个只有一万罗汉。说中级上我们说这个五台中级五台山之上讲五台山有八千大菩萨，根据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我们一个没看到，不但我们要去我们要超过五台山没看到，恐怕在座的有的菩萨居士超五台山也可能没有看到、啊、为什么福德不够，没有智慧啊，认不得菩萨，因此呢，末法时代很苦，苦怎么办呢？有办法，释迦牟尼佛老子怎么想好了？末法时代的众生，你看，我们说句话，你们用史实证明也可以知道。参禅在唐宋元明这个时代，一直顶到清朝初，确立多少祖师，开多少大悟啊？那虚云老和尚了，来国老和尚了，一开老和尚了啊？宁波那个一个百字头炉，都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大德，
那个现在有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禅堂里不参禅了，你想想有哪个禅堂现在参禅了？上海药佛寺也写了画画的药佛禅寺，静安寺也写的静安禅寺，上海一个龙华是龙华国寺，参禅吗？一个都不参。那今年这个下江文明令，金山禅寺在宋朝也发黑禅寺，对吧？现在参禅不参禅？一点生日兴隆啊，不参禅啊，那做什么？大学咯，北梁王观音楼来不及。那今年金山光明也是的，高明学林说是还参禅禅，还有一个参禅禅堂在鬼，那个德林老和尚还带了个跑跑香，不会有时个也走法会了。天灵寺更不是糟糕啊，更兴隆，不是更兴隆，参禅吗？我们禅堂里表了规矩多少了？因此呢，这个禅呢，在过去在宋朝、唐宋、元明这代的，出多少祖师，开多少大悟，没有了。净土中呢，还有几个地方，还有个东林，还有杭州宝瓶猫，还有个逆女佛，我们灵岩山嘛，还有个狮子像莲囊殿，不带了个感情山。就是这样子也勉勉强强撑住个门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到末法世界的众生，你们赶紧念佛求生西方，你求生西方就能了生死啊。参禅我们现在没办法参了，没有思路都没有了，那思路都没有了，禅宗都没有了，你给禅宗挂了个名别了，会金山天灵高明是吧？上海药佛寺、静安寺、龙华寺，你看，不仅仅如此，宁波那个天童最有名的倚开老和尚的开悟的地方，还了得？现在不行了，做什么呢？不参禅了，带了个观音阁别两往去了，都过去掏了，你想想叫。佛经上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们拼命要做这些事，说什么话呢？北梁王可以不可以啊？梁王的事的，那了不起啊！那什么的，梁王在梁武的时候，娘娘堕了地狱了，变成畜生了，变成蟒蛇了，他逃命叫梁武的，梁武的师傅叫，观音菩萨显身的嘛，那了不起啊！是的，他那个是梁王禅，梁王梁武帝造的。他那个是拜的人是什么人？是十个大法师专门为救这个西施娘娘拜的。你们现在为谁拜啊？那个他们梁武帝请那个和尚去拜梁王禅，他们俩跟他讲。你调别抢梁王禅，我跟你都说赢的，没说过。现在就不行了。现在你别抢梁王禅，那个你到了那个，要不是静安寺，你就问问他去了。这个师傅跟着马上给你讲。你还是12种啦，还是24种啊？要就是多少人别梁王禅？现在也。被唐梁王在一众人多少钱，就跟他讲条件，讲条件下来就是归场路的钱，还有十万几元一个人多少，这个经常没有吧？我现在在这个并不是说诽谤他们，不是的啊，就说明释迦牟尼佛讲的经有我们六生死，梁王在好不好？能不能这么四十年的救救来了，确立地狱道盲心脱掉了，而且他梦把子宫长老
啊，包子工厂呢，就是粮货店的事嘛，就是供应不是发生了嘛。李白两王现在白两王那个一那个祖先呢，你能不能对你讲？我现在升到天上去了，有没有过啊？没有啊。为什么呢？梁王山不灵，不是梁王山灵，不过人不大灵了就是了。那拜忏呢，因为无心的公家跟大家求忏悔，我在乡里农村里我也拜过忏，那个拜忏呢就是点头忏，哎，南无哎，本师释迦牟尼佛，头点点就好了。你看看这个一点诚心都没得，能说拜忏吗？拜忏就在说的呀，要求忏悔，要五体投地呀，而痛苦流涕的要拜忏呐。现在翻译课也是的，对吧？唱的蛮好听的，啊，有的地方你也知道，有种音压啊，丝弦拉起来曲压拉呀，那能留生死，能超度亡灵吗？所以说，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念佛求生西方，留生死。我也经常一直讲起话，希望大家在座的佛教徒、出家人、在家居士，只要你是承认是佛教徒，就要求生西方，就要留生死。你下律法办了，把留生死，你就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也对不过自己。你为什么要下佛法？下佛法不是图门面的。哎，上海一路的居士啊，并不是我在苏州就说上海居士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有多少不是全面的，也有个别好修行的人，老修行的人，也有受过五戒打了一了，他就会比火上还要吃红了、哦、那些老太太打几个戒来跑到那个前头，哦哟，他都想比他打百四还要别胜吃风的样子。还一个说笑话，把你们说的跟着一点真的笑话。他们下比方说看看讲今天呢，观音菩萨圣诞了啊、哦，到那个道场呢就赶快回去。他们捧头不是谈，哎呀，老师吧，老师兄啊，你念什么经啊，修什么的，你听听说，不就是我不急。他急什么？啊，他师兄啊，你别急个师傅啊。他说：“我只有几个师傅，我半个师傅。”他说：“我九个师傅。”要说你是哪些师傅？又说哪个大法师？哪个老法师？哪个大法师？好、哦，比师傅，你看看，比师傅，师傅多就好啊。师傅都好不好？我当然好了。好是好，你钞票上哪来的做你徒弟？你要不送钞票，那个师傅找你吗？真的，我不是说有时候回望人们了啊。上海静安寺要受皈依，再放这个布告贴出来。比方说今天是2月19，我们不是圣诞，受皈依地址了，受皈依地址了，来登记。要早几天来登记哦，当时就来不及了。哦，登记了，我是快去登记，我都来受皈依。起码一个封封，你那封封不能再少于50块钱了吗？只要100块钱，登记好了，一起到大殿上去，大和尚走得老高老高的，哎，那个旁边小和尚站了一两大排，啊，皈依三宝，皈依之后了，师傅认不得徒弟，徒弟认不得师傅，他为什么太高了，啊？所以说也背过师傅了，他就讲的话呢就有话流了。哦，那么我们大和尚也是我师傅，重庆我在上海住过10多年，我学了这个毛病嘛，就这么说，你比我比你，他们就说你领多少分，领多少经历，听他们说。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希望大家要体会啊，我们莫法众生啊，不凡，还有一个名在鬼，还有一个三毛的名称在鬼，还有几个比丘在这个，现在已经到这个不可数说的地步。假使当年我说假使啊，如若再有100年200年下去，
不可想象了。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是不可收拾了，一天到晚对人们做不是，对人们做不是，别人们别赞。我说的，我在背后偷的说掉，不敢当面说掉。我说他要死的时候，就是学人对他别赞，可怜了。我们把佛经看了，佛经给人们念，我们把忏看了，对人们背。我们要死的时候，学人对我们背忏，学人来对我们念经，没有了。为什么人们都知道呀？和尚对人们背忏做什么？实际上不是对人们背忏的，只是背钞票。哎，你看看，多伤脑筋啊！佛法是无价之宝，黄金都难买的道理，他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就给人家念了，你可惜不可惜啊？佛经上没有个价钱，他现在有价钱。哎，和尚一天给人家摆多少菜，念多少经，就要拿多少钞票，还有犯难哦，有生意好嘛？一年两菜，和尚没得，那怎么办呢？加工。我翻台在东岸背躺，我立到西岸背，西岸背我带着东岸背。所以说我说这些废话了，当然是废话了。我们希望大家也只提醒自己嘛，生死无常，要好好念佛。既然讲了念佛了，我把这个注解上呢有几句话了奉献大家。那怎么念？怎么念佛啊？我们就佛怎么念？你我晓得，南无阿弥陀佛，是的，南无阿弥陀佛，这句生活是有晓得念。为什么还提出个怎么念呢？这个就有道理了。我们怎么念佛？就是用句念，不错的，还是不用句念，用什么念呢？怎么念？这个道理了，很有道理，因为我们佛教徒了。念佛的人很多，都把阿弥陀佛念得跑脱了。我们要用心去念，什么叫心念呢？因为王老法师教我们初下手的功夫，初下手啊，就是跟小孩子上下样子的，像那个幼儿园就能单词，到了小学了就成了句子了。哎，到初中、高中了，就一小篇一小篇的文章；高中了，就做大篇文章，是吧？大学什么就做论文了，这是都有次第的。我们念佛也有次第，不要以为念佛有啥稀奇了？好，说不稀奇啊，也不稀奇。要说稀奇的很稀奇，稀奇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就是古来的大德。啊，讲的话啊，这念佛的功夫啦，就是王老法师讲嘛，第一个下手功夫就是要举上念阿弥陀，这个大家都容易懂。要进一步再问了，你们念的阿弥陀举上念不打妄想，就到此为止了吗？这第一步啊，你还要走第二步。第二步什么念嘛在这呢？只要心要知道，我们能念之心与阿弥陀佛的关系。所以说，主人讲啊，古人讲，能念之心念于所念之法，所念之法即是能念之心。你要理解这个道理。所以佛经上讲，死心杂佛，死心死佛。你懂了这个道理，就是晓得了。晓得我能念的就行，念的所念的那个法，所念的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实际上就是我能念之心。有人说，怎么把那个阿弥陀佛摆到你心里头来呢？这要说小譬喻，把大家听听。我们念佛的人，就好像一只镜子，一只镜子，什么是？我们念佛的人的心就像个镜子，你念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
那个进的人就信一个阿弥陀佛像，知道吧？是我们这个心就是镜子，我们念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佛像来问到你了，你现在要注意的话，你这个心里那个佛是谁？哎呀，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我是极乐世界的佛，为什么跑你心里来？大家要动了脑筋想想好，能念之心，我才说的即是所念之佛的原因。我们障碍了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引发我们自己的心里的佛，引发自心的佛。这个大前提要在念佛这个不打妄想的这个前提之下，才能走到这个第二步。你在用功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也在这个地方念，你知道自己能念之心即是所念之佛，所念之外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里念出来的，因为心跟佛不是两个。要在这个地方认识了，就是走了第二步。就是哎呀这么麻烦，其实你们就好了，哎，倒是你不大妄想也可以人生希望。但是懂了这个理性上念佛了，品位就高一点，所以要你的一心不乱呢。弥勒经不讲不是叫没心不乱吗？你要想到你心不乱，你光听耳朵的话不行啊，那就让你耳朵听，只能在这个思想上懂。要进一步认识自己能念之心即是所念之佛，就是这理性上的道理。所以理性上的道理进一步能懂了，体会到我能念之心即是所念之佛。所以说了观音上讲死心造佛，死心是佛呀，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讲的死心造佛，死心是佛。这个就是说能念之心即是所念之佛，那所念之佛就是我能念之心。这个理性上要懂，懂了一下好是不是理性上懂了，品位就高了，慢慢再念了，就念到有心不乱。什么叫有心不乱？你们知道吧？哎，不乱嘛，就不打妄想。哦，那还是跟那个前头一样。应该知道不打妄想这个层次，像弥陀要解的居士们都知道。弥陀要解上，阿育大师讲有两种有心不乱。第一个要动紧事烦恼，就是有心不乱。再用功再精进，理性上得到一心不乱，要破明啊，称赞理性不乱了、啊、那个境界高啊，那是高到什么程度？理性不乱升到极乐世界上品上升，大智如来那个藏者龙树菩萨释迦牟尼佛在人体经上集体的手机人体经，人已经讲他说南天到一个大比丘，他的名字就叫龙树，往生到极乐世界里，他上面上升，他为什么？他理性不乱，真的理性不乱。所以说我们念佛有这个三步敲，第一个不要打妄想，就是初下手的功夫，第二个要认得我们念佛的人这个心跟佛不是两个，就是一个。能念之心即是所念之佛，所念之佛即是我能念之心，能说不二。能说不二一下来做不到，你念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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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就心起来了，你心不乱。你心不乱，你不觉得都紧是烦恼。你只念二念多少时候初够任任心了，紧是烦恼只离不动而动。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师父们居士们都要向这个方向走啊，不能光停留在这块，停留在啊你不是说叫能念之心念于所念之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听得清清楚楚。我在说你们要注意，这是第一步，要要求进步，要走到第二步，这些目标不要以第三步为标准，
要达到一心不乱。看到达不到一心不乱呢，你别害怕啊，只要你翻运肯去决定往生，不过品位大差一点啊，有九品莲花了吗？啊，那第一品呢捞不到，第二品，第二品，第三品捞不到，第四品，第五品还第六品，还有七八九品的嘛，七八九品就是再不开开都要去了。但是翻运就要紧，信心运行在弥勒要解上，如意大师讲得很清楚。得生于我，全凭心愿之有无。你要求生西方，你看你信心坚固不坚固，你翻运肯去不肯去。你有的就是说，老放不下，老讲不太实际，就是说，但是师傅，我讲的你们能不能生西方？他问了我，我说我哪晓得你能不能生西方呢？我说你应该知道你自己。你自己信心坚固不坚固，翻运肯去不肯去。我们说句再粗不过再通俗不过的话，你死也不改，一定要生西方，什么人都不干，绝对要生西方，你好了吗？这个运行坚决的运决定生西方，就是怕什么呢？实际上呢，有这个，我也有这个毛病啊，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我过去错了，你太多了，能不能生西方呢？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觉悟太大了，觉悟啊，这不得了啊，能不能生西方呢？把疑惑自己，这样子不得生西方。疑心太大的人，生不了西方。怎么样才做到不疑心呢？你要相信释迦牟尼的解说。自心念一句阿弥陀佛，有人问了，什么叫自心念一句阿弥陀佛？我说你不要打妄想去成功，这叫自心。自心念一句阿弥陀佛，这句阿弥陀佛当中不打妄想，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你要打妄想，行。那功德有多大，你们知道吧？说了观音上介绍，释迦牟尼佛说的。老人自心成念一句阿弥陀佛，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不说的，你自心成念一句阿弥陀佛，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你超多少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算了，你就好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吧。你多念佛，你就是你这个罪过大得很。我有时候也搞自己呀、啊，哎。你造的你最大，但是呢，释迦牟尼佛说你阿弥陀佛功力也很大呀，要相信嘛。所以这个呢，我今天说出来了，他高微笑了。我的一张中也经常告诫自己，多念佛，多念佛，多念佛，什么生西方阿弥陀佛做主，自己心里不能下决定的信心。不管怎么，我不敢说，因为是就一张重嘛。但是你要相信阿弥陀佛大愿，只是拜愿你的十念不能生西方，只是拜愿你的十拜愿不是吧？你都讲得很清楚。那有众生欲生无我，自心心要念是十念，老不生的不去增加，对吧？所以说，我们经常呢把这个第十拜愿也经常念念，鼓励鼓励自己吧，替自己鼓鼓劲。啊，这个是我想来想去了，也只有这个本了，因为要求证西方啊，啊，你自己没有把握，没有正道，心不乱，那就要用这个佛的教诫来鼓励我们。啊，释迦牟尼佛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当中几十八愿。明文书定了啊，哪有众生欲生无我，自心心要乃至生念，那不生才不去增加，啊，就是解说了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把生西方这个事情要当作一桩什么事呢？在年轻的人呢，大学毕业要办这个企业、办公司啊，公募个或者业。我们这些老人呢，在座的当然也年轻的不多了，哈哈，学历
年轻呢有时候的学者来听哦，年轻呢恐怕不得空来听。就是说我们已经头一步可以做到什么做啊，参加礼仪全满十一，在座的大多数可能说我估计80%以上的人都是退休了，我看你这个心要放下来了，参加礼已经参加已经礼仪已经退休了嘛，你还想干什么，还想干什么呢？像我们这些人去准备生死方嘛，你必定不要打扰打漏网了，想不到了不要有。还有一个事情呢，真的是希望大家要注意，退休老人家了，在社会上来看需要涨共产党的福报啊，生活条件高了啊，退休工资又涨起来了，现在社会上的福利的地方也太多了，花园也多，游乐场所也多，不幸福的人呢，你看呢，哎呀老某同志啊，某老同志啊，好玩玩来吧，哎呀到晚了你不去玩干啥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那没用嘞，够玩了。不要动摇啊，师父们呢居士们当心啊，那个玩不好玩的，你就说你玩一碰你又怎么样啊，那玩过了吗，师父世界不过就是木头石头玄机钢筋石头房的，但你花园就是草了木头竹子石子，对吧，这师父世界好像了不起的不得了的样的，那极乐世界的地方这家门里面不会说谎话吧，吃饱庄严的地方，楼高也是吃饱的，哎，那个吃饱是把功德学都吃饱的啊，金沙布地啊，黄金为地啊，精神街道啊，那个地方你不去看，看的是不是这个泥巴是肥沙看的，而且不长，冬天这个水你就不敢下去，进了世界了是这暖洋洋的。所以说不要被世间上的无欲混淆是非，世间上无欲为了不久就没有了，他有生有命，有砌起来的房子顶多过了个50-60年他就坏了啊，我咋地看看咱这个了修房呢，他说这房子顶多40-50年嘛，挖怎么稀碳了，为什么要混新挖了，娑婆世界有生有灭啊，极乐世界不生不灭的地方，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好好把心明白求生西方一定的道理，这个道理呢要是千说万说也说不尽，问题就是要考究明白了，我们前述第三种明白的目标啊，不希望真的达到第二条第三条，那是不可思议，那做的大路上了，第一步要做了不能再差了，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居然念得清清楚楚，好的要听得清清楚楚，一定要抓几个功夫，这个功夫如果抓不好了，信心跟运行就叫理论上，理论上信心运行，信心运行要如果信心运行都没有，你和耳朵听不清楚，那你就不能怪阿弥陀佛跟你不客气了啊！说你一点本事一点功夫也不下，你管念念阿弥陀佛，甚至于五经早上还想了几句话，有的就是跟我们谈的完的，甚至于他平时念佛他临命终时一合并就把阿弥陀佛撂掉，为什么撂掉你知道吧，孝顺儿子，孝顺女儿，孝顺媳妇，孝顺孙子，连老先生都来帮忙，哎呀老太太你想你几十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这么客气，阿黑大病还是听话不营养营养不怎么样，这个呢你的骨头不好喝了你不要吃了，你喝些汤营养营养好的呀，你看你这个瘦的这个样子，你看你看你看这时候啊就不得了了，你看心里就动了，可能我没有问你呢，
他暂时不会来，我就身体瘦了这个样子。但是有人去嘛，那点汤营养营养嘛，那就坏了，那个内容动也动不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讲了，说就坏了，希望大家也慎重考虑。在这个生病的时候有种想法，你发个心，马上就病就容易好。什么心啊？在佛教里讲，带众生受苦，这是佛经上有的。我们佛教徒如果生病，你就发愿，哪怕我没做吧，我这个身上的害的病了，我愿意发解一切众生的病，我不会给人害，往他们自然自在的过生活。你别害怕，那个病这时候要加重吗？嘿嘿，不会加重。为什么呢？啊，这是哄弄你的，真的。你这个心放下来，那些众生真的把病人你害了，让你发菩提心啊！对众生受苦这句话，我不是我说的啊，观音上有的。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观音上的。所以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观音上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这个话是不是跟一般人讲的，跟大菩萨讲的？我再说了，地上的菩萨，普明的菩萨。我们现在要发这个大心，决定有感应。你要心啊，苦纳了。哦，我这个病还是不稀奇的，就是头疼，那么就我也觉得身上有点病吗？或是我这个病啊，比方说鼻涕喝了什么肝癌了什么的，好啊，肝癌好，一切众生的肝癌都没可能害。这发菩提心好不好？绝对好。不说谎话，那么发生时刻了，死了就好啊，死了你得众生受苦啊，你菩提心已经发了，比不发菩提心那个位置高得多啊。这是佛经上讲的话呀，不是我还说的。所以希望呢，各位居士们、师父们都要发心，发心，你不要开心看发心学啊，也是华严经上讲的。从发心是秉承正觉，发心的发的什么心啊？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你发菩提心的那个心就是成佛的心。所以说，从发心是秉承正觉，这个道理很高。不过呢，有人接受了，有人不接受啊。接受当然好，不接受也没关系啊，慢慢来。今天嘛，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下注解。南无阿弥陀佛。